去我直播间人少吗？我看看这星期啥样，我这星期要是那边不行，整不了多少的话，我就那边不播了，就播这一个，黑天白天播，黑天白天都播，大成也勾回来了，然后再和老大谈谈底薪的事儿。都上班了吗？不知道，晚上人比较多。
杀青。宝宝，
你懂的，哥。宝宝。